1950年，新中国成立第二年，他告别江南水乡，来到遥远的北国哈尔滨，从此与祖国的力学与振动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扎根冰城近70载，攀登了我国科研领域的一座座巅峰。他教书育人，呕心沥血，矢志不渝，用他的智慧和信念为祖国的教育科研事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黄文虎教授。我是原来在浙大电机系毕业的，当时呢就学生一下进来啊，人都很少了，没教师啊，就抽调一批人跟苏联专家学习，现学现卖，一边学一边教。所以当时基础课数学、物理这个力学这些都是缺人，就把我抽了，改行了，电机系变成理论力学教师，我就那么起步的。所以一边学苏联专家，一边就讲大课了。还有呢，就是教育部下命令，每一个大学派少数助教跟讲师到这里当研究生，那么一个队伍，比较短的时间，几年时间，经过苏联的专家培养，建立新的专业。而这些专业呢，国内都是第一次建立的，计算机什么、焊接什么，国内都过去没有这专业，都是哈工大都是第一个。而把这些路走过来以后呢，向全国推广，全国都照着这个路子来走，所以呢，这的确哈工大也是不负所望呢，也应该是起到应有的作用了。50年代一批学生啊，也是全国选的一些学生。那么李昌校长呢，是按照又红又专的标准啊，我们是50年开始吧，这个毕业以后呢，到56年、57年，就可以留一批这样的优秀的学生，这样一下组成一个师资队伍，这样的师资队伍呢，大概800多人吧。所以李昌一说800，就想到当年800壮士，他就用这个名称叫800壮士。就举一些小例子吧。当时我在理论力学教研室，当时是当副主任，主任是童敏刚，我还有个王铎副主任，我也是副主任。后来我们理论力学童敏刚还有我，还有一个高维炳，这三个人后来都是院士。你说当时研究生10来个人里有3个人评上院士，这也算比例比较不错了啊，说明当时培养的这个效果啊，不是我们怎么样，就是我说这个体制啊，这个当时的条件呢，还是有很特殊的优秀的条件。作为哈工大800壮士之一，从当年意气风发的黑发学子，到今天两鬓染霜的白发师长，黄文虎院士已经把半个多世纪的美好时光挥洒在哈工大校园，与哈工大风雨同舟地走过了近70年的时光。他说，是哈工大赋予他一次次科研创新的灵魂和动力。可是，作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帅印曾经的执掌者，他又何尝不为学校的起步腾飞殚精竭虑？我觉得哈工大一个特点呢，就是跟国家的形势、国家的命运密切结合的。我是1950年来的，也就是刚刚中国政府接管的时候来的，还是当年这个归铁路局领导的那个底子。那个房子呢，就是叫土木楼吧，那个地方一个房子，最早那个时候一批房子呢，就后面2层楼一片呢，总共也就是20000平方米，一所大学就20000平方米，我们现在的校舍大概是200多万平方米，就是那么一个概念。我们一开始都在那个地方上班，那个地方是原来的发源地吧，是从1928年开始，名称叫哈尔滨工业大学，所以这个从这个名称也是很老的啊，原来的这个名称。
第二次哈尔滨工业大学呢，它就是一个工业大学，所以我们的定位培养人是培养什么，是应该明确的，就是培养工程师。那么这种人主要是应该啊，要有坚实的基础，还有有对知道对工业有很好的了解啊，而且呢两方面，而且呢对人啊要做实际的工作啊，不是光你推点公式或者做点什么东西，要把东西真正做出来。他要求基础非常扎实，另外一个工程的能力又很强，他要两个来结合啊。你要搞基础研究，我就是基础数理搞得好就行，他是基础要扎实。所以当年哈工大上的课，数学课，有的时候有一些课呢是用理学的这个数学的教科书来上的，基础打得非常扎实。然后呢，要接近生产，接近生产怎么接近呢？就是、啊、要，就是搞生产实习，生产实习放在一个很重要地位。你不到工厂，你怎么知道，工厂的生产啊？所以呢，当时规定有三次实习，第一次实习叫做认识实习，到工厂啊，你就是跟师傅老师傅学习，什么车模起爆，你都要这实践，就非常重视实践嘛，要实践一遍。而且考核的时候呢，比如说车工，你就要二级车工通过了，你说实习合格了，你要通不过实习还不合格，这个要求。然后第二阶段呢，各到比如说这是二年级，是这个三年级呢，就生产实习。你要是当一个工长的身份去，一个组啊，组长，不光是自己会干，还要组织一个生产，要有这个能力。到四年级去实习呢，叫做毕业实习，就是要写毕业论文，选题，选一个怎么样的又有创造性的又是解决实际问题题目。你看这套体制啊，它是完全满足这个要求，然后按专业培养。所以当时哈工大是用这个体制，所以哈工大第一批毕业的学生啊，也还是能力都很强的。我们当时很多校友啊都是很厉害的，像那个宋健大家都知道，就孙家栋，他是航天，咱们第一颗卫星就是他设计的，总设计师。到现在嫦娥号也是他总设计师，风云号那个好多都是他总设计师。还有比如我当时专业的一个学生叫刘朱生，他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载人飞船的那个运载火箭嫦二 F 总设计师，所以还是培养了很多人才，是在这个体制之下培养出来的啊。虽然当时初创条件比现在要差得多，因为我说前面的已经是底子不大，那么很短时间还不能办起来。所以学生呢，我觉得有什么特色呢？我们培养的呢，一个是非常严谨啊，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第二是非常实干啊，出去以后呢，都是当技术骨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人啊，不是三年五年你就毕业，以后三年五年你也看不出他什么来，是吧？这个都是多少年以后一个一个就出来了。在哈工大师生的心中，黄文虎不仅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教育家。他担任过哈工大校长，第一任研究生院院长，是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此生所愿燕桃李，路识人梯见白头。这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大家群策群力吧。这个一些像一些教授啊，因为研究生也主要是国内还是也是
都是首创的吧，是吧？这个先搞的，究竟怎么来培养好研究生？跟研究生的教学目标、跟教学的模式、跟这个具体的执行的这个一些路子啊，跟本科生都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呢，这个里面啊，这个比如像雷霆权老师啊，他就是特别认真，他就搞了好多办法。所以哈工大研究生院建设啊，我觉得呢，做一个从无到有的那么一个东西，在国内啊还是做的比较突出的。在这个在从这个教育部啊，对哈工大也还是比较重视。学校的研究生院院长呢是研究生院呢应该是建的完全是用这个法治的观念。就什么一些规定啊，都会有条分，一条条都是很具体的。比如博士生你要开始答辩了，规定要做哪几件事情，一条一条。你发表论文要几篇论文，什么样的论文几篇，都是用很严格的一条法律的条文，自己的内部的法律条文规定的非常非常清楚。另外呢，一层一层的评审，就是叫分评委会，它主要执行的是一个学位委员会，学位委员会下面呢设多少个分评委会，它要求要达到几个条件，学位条例规定的很明确的，也最重要的呢是要取得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硕士生呢要取得这个能够独立的从事科研工作，还有那个条，你的知识达到什么样程度，你的能力达到什么程度，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授予博士学位呢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你定了就是定了，不要再审核了。所以这个呢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首先从制度上把它定好，然后呢怎么培养，究竟啊应该怎么来培养他的能力，因为他要有创新能力，还是少数单位啊做的一些突出的这个工作。但是以后呢就是结合研究博士生的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因为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啊，这个博士论文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你要培养创新能力，这个怎么去搞科学研究，光跟你讲你第一二三四怎么几条啊，你是做不到的，你得去实践。博士论文就是实际最主要是一个培养你创新能力啊一个环节，就跟上课一样的。那么要创新，他要取得创新成果，你老师现在取得创新成果，对吧？所以这个呢就促进了我们要加强这个科研，加强创新这个形式啊，就逼着你非得走这条路。坐在90多岁高龄的黄老师面前，你在感觉岁月沧桑的同时，更能感受到满头华发下那颗年轻的心，敏捷的思维折射着攀登的激情，感受到一位震动专家与众不同的震动人生。哈工大的传统啊，我看是这个传统啊，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呢，也就是反映了这个校训，也是概括了这个就学校培养过程里面培养这样的人的一个概括。我觉得哈工大特色主要就是这方面。那么如果要引申一步，哈工大怎么发展，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呢？这个我觉得呢，我们这条路还是对的。我讲一句话就是啊，我们一定要办出哈特色。从改革开放以来，哈工大就相当于又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发展时期了，这个第二个春天，然后到了2020年，这个第一个一百年，最下面接下去呢，应该第三个春天啊，就是第二个一百年了。那个时候要中国要成为强国的时候了，就是要，所以我觉得哈工大的这个发展过程啊，就跟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而且呢，我们能够有发展的好的条件，得到很多好的条件，也是因为跟国家命运相结合，而且我们做的工作呢，刚好是国家很需要的工作，
所以呢，我们也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条件。伴随着近70年的风风雨雨，伴随着国家科技的不断强大，伴随着哈工大的一步步发展，黄文虎步履稳健地走在了科技强国、科技报国的道路上。在东北大地，他为教育、为科研挥洒青春和才华，用自己的辛勤汗水书写了精彩的震动人生。性谈如子，气如虎，志在扶摇，万里程。